手工啊啦。我遐第一乡啊，我救命！原来伊即摆无伫咧庙内，安尼伊伫倒位？这吼、哦、真正是天顶掉下来礼物，我有钱啊，我要好去啊！你想要做啥？老三，敢唔敢好啊？你免少想啦，这是我大宝贝，假使你若想要订哦，提钱来买啊！老三，你爱情用这套步骤去谈，做人唔使这样紧巧。等你就是大，你即摆是要驾驶我是？要驾驶我的？等我好起来，等我。你这个囡仔子，头脑遐尔大。老三，你不要误会，伊是妖怪。我是算命师。老三，伊是魔家变成妖怪。我不管你是啥，物件你要也会使。一百块。五十块啦！啊，你之前不是讲一百块？安怎，两个人？你紧放手，你紧放手啦！唔免钱啦，你退去，你退去啦！哎呀，这暗啊，我妈对用金刚拢掉，我无法度接受。你想要提走，我最简单啦。我会赶上来。喂，等，这物件是我的，假使你若想要订哦，你退啦。啊，若无，我就甲毁掉。好。你是啥？你就是老三嘛。请问你是？你讲前个讲要提你只翁仔一百块啊？对啊，我是开价一百块。来，要一百块啦。是讲借问一下吼，这个翁仔到底是啥物宝贝？两个查某人，敢是姓李的拢抢要爱？连迄个妖怪嘛要治呢？妖怪，对啊，就是一个囡仔屁，迄个头偌大嘞，敢若叫吸着吼，敢若叫颠颠着嘞。你敢是正人？你断说的麻将？麻将？哼！这鱼啊，明明就是我的啊，我袂当提倒转来。我鱼啊，互人挂着，就已经足超过啊，互人卖来卖去。讲个这马祖婆，嘛真不够意思呢。袂用的，就算有金刚哦，我嘛爱想办法，把我的物件偷倒转来。你是万医生，你怎么丢我只翁啊？这是我的物件，给我啊！你放手，关！我只刚一个鱼啊，这边有两个，啊，你等于这边，这边有什么只？你也无鱼啊？鱼啊，跟大手，我已经手下留情啊，前途都在头前，呀，跟走。大爷，你安怎了？迄个万里菜减一个鱼啊，啊，佫硬要提只翁啊，敢讲是麻将啊？你拍去看会知影。哎，迄就是麻将。
爱叫我调查清楚，李斌不是麻将，真实的麻将是那个办比赛啊。虽然光小白哈叫李斌，啊，大家也较好那个玩啊，吼。老爷，你莫让骗去啦，李斌才是麻将。你看你跳，那还是想不通。哼，他说讲办比赛那是麻将，伊哪有可能阁叫我去找麻鱼要替我做法，好我来当替阮老爷。真是个好心诶！小弟啊，原来你是用为着我团长这个代志啊，想去骗去，那安尼我袂怪你啊。等我以后买个压缩机啊，嗯，是安好，你不管。但是四十天了，你不要吃哦。阿爸，谢谢你。老爷，我嘛要吃，无得个，吃了后我当替你生好心，团长接待啊。好啦，这就你边吃啦。啊，你哦，买新的代志以后再讲啦，哦。你唔好我话紧，我家己想办法。小等下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有啥物代志，明仔载开始讲嘛。其实嘛无啥啦，我是讲，我跟你冤家，我较唔对啦。这款螃蟹上，多谢你的好意。来，你品看卖啊。你看看，足香的，这是哦，当初来上点会呢。免啦，无要紧啦，来，我给你挂一个，我给你挂一个。哎呦，啊，歹势歹势，给你淋到规身躯。无要紧啦，我有代志，我先离开。要轻心肝来跟他想讲，今日要房间底就满意唱好，让我赶紧通知李斌，甲讲这个好消息。也不过玉琴都唔知讲，这个歹心恶毒的手机，拄只已经利用芳水做计划啊！玉琴到这来，我就是讲，翁阿灿好势都办不事啦。想袂到讲，手机我那对你卡算后的，最准备要入去内底敲啊啦！我都唔相信我这水当当的好平台会找无。小虽然讲在众人面前将满意交玉琴，但是干巧的手机原来是将满意偷摕着啊！刷了伊到花头那边来到水边啊，找万喜赛。万喜赛，我已经找到满意啊！透过姿势满意，根本就无多水可以恢复本来模样。在这款的情形之下，满家到底会想出什么款的办法呢？原来麻将唔敢随个提过来，原因就是讲泡过猪血麻鱼是无多水，会变成本来原形。何况猪血本身的反应，佫会继续破坏伊的功力嘞。你今仔就叫我袂去做，我麻鱼爱用透早阿面落地落水来清洗，我会去收集落水。明仔载透早，恁再替我把猪血洗好清洗，我才会用替你做法。我不要去，应该没一趟，莫给我别人知道。袂啦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跟庄仔内人讲，你边就是我家，因此嘛吼，已经传人我们去李阿姨啊，无人会来照料的。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再无去啊？无去啊？你敢确定是去你家？无唔对啦，我要出去之前，我是甲藏伫个遮。你较认真啊，你想看嘛，是不是去保卫所带你来去啊？无可能啊！你有去有解密无？那里那摊就是芳水呢。芳水。
什么原因，我看唔到啦。这款糖最爽的，多谢你的好意。你皮看麦啊，你皮看麦，足香的嘞，这是哦，当初来上顶会呢。免啦，无要紧啦，来，我给你画一个，我给你画一个，我给你画一个。哎呀，啊，歹势歹势，给你染到规身躯。一定是阿姨啦，你今日哦，又过伊把香水压在我身躯顶，我阁感觉奇怪嘞，想怎伊今日遐尼大方送我香水嘞？你的意思是讲，秀吉伊也伫咱房间，把物件偷摕去啊？阮一个掠毛精啦，有人讲哦，看到就牵扯你变去恁家啦。哎，这死查某鬼啊，真是人才好派。阿吉，我传你一摆找。我去看了。哎，你看这枪都不行，你也是卖去吧。阿公，啊，外口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就去查查，要抓伊兵，伊会干唔靠？那你即摆是要安怎？伊兵，即摆紧对头门跳出去，卖互伊领着啦。安尼就危险啊！别来兵。阿哥，你在睡着，哪哪地啦？你伫边仔出声，都无人会发现。玉琴大小姐，请你把李冰这个魔怪交出来。玉琴啊，有人看到你把李冰藏在咱家，相公，李冰根本无在内底啊。有人亲目睭看到了，为了咱庄家来安全哦，你也请因交出来啊。好，你要敲，要入去敲啊。大小姐，啊你无想我是要怎入去啊？两万两万两万。希望恁会当听我讲几句话。恁常常讲过，讲要甲李斌当作魔怪来掠，一定唔够什款的误会。手机也有看到李斌变魔精了，啊魔精是会食人。我今仔日不管安怎，一定要掠起来。啊，若是无吼，会害着阮大妹啦。小姐啊，李斌吼确实是魔精，咱应该代志袂轻啊。阿姨，你这过分的呢！想怎你听要害李冰？这是咱大家拢应该做的代志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也唔过，李冰真是无理的家。可是，恁若一定爱入去找，我会当给恁留钱。恁若是找无，就一定爱离开这个所在，一个都免得啦。玉琴小姐，恁阿哥讲的话，你有听到？请你想。但你即摆已经有只目睭看，应该是无问题啊。阿哥，我看吼是有人在乌白讲话啦。玉琴啊，你唔免太过欢喜，阮真紧哦，就甲李冰这个麻将吼掠起来。好干！叫手机的危机解线动了，找无李斌的这件人，规起来来找只王阿霞讨公道啊！但是王阿霞依然相信警察是清白的，这声是有嘴讲甲无乱，足为难的。经过阿哥的分析，毛兄今晚应该是伫万二赛手头的，
所以李斌就来到万年西青菜出现的所在，要来找魔芋。奇怪，伊是藏在倒位，我来拢找无。多谢。喂，狼哎，哎，狼哎，哎，你啊！刚才你变怎样紧啊？那无，真正有人怕死，阿你都唔好啊。第二天透早，秀吉就来找万喜师。一万喜师早就已经将卤水收集好势，听候秀吉来替洗鱼啊，等好家己恢复正常。来秀吉煞就是讲，万里山安心做，就是要给伊生后生咧做准备的，所以现在足欢喜。来到外口要替万里山生鱼啊，还一个惊猪死的万里山，是闪到林依里，一步慢慢惊我来，就惊讲来看到妈祖婆加持过猪死，倒去伤害到伊的元神，到时一切拢乌有去啊！啊，小罗要哪做？我今嘛要开始做法啦，你去比啊，卖头花。无喏，啊，你喜欢的人是我呢，啊，我去比啊，啊，是要哪做？卖啰嗦啊，听我的就是啊。对啦，把迄个自洗水哦，放去远的所在倒掉啊。哦。手机只有将自洗水放去倒掉，但是伊嘛感觉真奇怪，是伊要生后生呢，啊，是安怎万里西奈无将伊考虑在内呢？看见手机，苏西对旁的都是弯头了。下头你看万里西到底安怎示范？我只搞一个鱼啊，里边有两个，啊你第一只鱼，里边不是我只啊？注射水安尼死一个破，满家是哀天叫地痛苦难当，一声满家敢有材料，搁再回复本来模样呢？表兄，伊人无伫咧，啊，就看到你叫伊只皮皮出，你到底是安怎？我看到魔镜，我看到魔镜。手机断咧，比卡为首，将拄只所看到的代志拢讲予阿哥听。我呢，我们来把你带进我爸爸这里啊。白医生。手机啊！我是表姐，什么代志找我同款啊？恁叫伊把我物件还给我啦！你就是无听我的苦劝，
为着要找你的物件，已经无甲这个家，甲规砖头已经乱糟糟。我劝你也是拄好就好啊。你伫讲啥？我哪拢听无？记得，人讲的话你听无，我得用心讲的话来甲你开始。修行无简单，希望你唔通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之前那真名是，刚才伫倒位听过。哼，我是来偷物件，不是听你伫咧讲道理啊！你兼着一块耳啊，你着耳不聪，目不明，听无开始性。小囡仔是无要出来哦。好啊，我家己哦入去找伊啦。这都不对，你怎样放肆？哎呦，足痛的啊！我你这个人拢不讲道理哦，哼，我袂死啦。加十外个月斗三工，若无这些代志就害啊！再过几工就满四十九工，你得用食麻鱼啊！等你恢复了，就无人再误会你啊！玉琴，加十有你相信我，若无我真正不知要怎才好。等下第一处了，你就唔通搁再出来，因为大家唔知你回来啊。阿那无，应该会来抓你。希望这几天会当平安过去，我顺利将王爷解脱。严哥，这个想到讲七七四十九工就输要到啊，王将伊心情是完全无同款的，伊愈来愈不安呢。这起码无再搁再等耍落去啊。人讲必好是上人，小狗的真猛狂，麻将即马都算不得手段，嘛要将鱼仔搁再提倒转来才会用的。但是手机搁较安怎想袂到讲，甚物不甘的这麻将竟然选入来王家，想要将伊抓起来做人质。放开啦，有话好啊讲。甲伊放开，哼、嗯！你规日讲啊，甲我鱼仔放开啊，伊即卖是我的邻居，爱我放伊，会用的啊。来咯，就一手交伊，一手交人啊。白生，叫伊放开啦。李斌，还是你上好心肯来救我？无无伊啊，免上手啊。哎，我就无客气啊。我爱去，我爱去，对吧？阿娜，咱阿好厉害哦！我，李斌，救我，你救我！阿弟到了，阿弟到了！小明来啊，李斌，你们来抓你啊！这是啥？我，啊！李斌，救我！李斌，救我！都算我俩行，咱大家放下，咱三个人一家哦，咱就来起火，烘麻鱼啦！打吧！手机一根本都无机会，通我甲村民解释讲，满正都是万二三啊！我村民依然就是讲，李斌都是满正，古来起来都拼死命一直拍李斌，李斌竟然用拍者咁样半小时，也因为伊过去用满正甲分一撮乌气，所以即摆身躯底满毒已经够较严重啊！既然煞变等到月圆十五，到底这两个目睭前开始佫变成做满鱼啊！哎，大家来看，李斌已经变出魔晶了，现出原形啊！李斌，怎？啥物李斌啊？这已经是魔晶了啊！李斌不是魔晶，伊是去魔晶偷去，才变成安尼啦。伊明明就是魔晶啦，你敢想要变改啊？啊！各位啊，该消息啊！你个小气啦！你个小气啦！喂呀，喂呀，你们一个小气啦！喂呀，李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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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爸，你该叫李斌啦！李斌，村民就赶紧用着琴，一个王阿婶给诱导回来。无情的烈火，都安尼熄灭，正当目睭前，大大的吞食变成满溪的李斌，火是愈烧愈旺。李斌强啊，用烧得变灰乎乎啊！
然间伫个乌暗暝，天顶出雷公星啊！一阵即时的大雨，才偷偷将火压化去。这款的奇迹，敢有材料将李斌的性命搁再救赎回来呢？为着要夺回所失去的鳗鱼，鳗鱼到底会展出什么款的暴数呢？开始雷公信啊！一阵即时的大雨，就来偷偷啊开始用这火给熬化。来，我，来，我。李斌，李斌，你没事啊，李斌？那个，在哪儿呢？天公伯啊，同情伊个道上干不干嘛小事啦？啊，伊是无辜的啊！我明明清白这块雷变成妖怪啊！真的有可能是不高的啦！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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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一只今天你两无个消息哦，以后唔知道要安怎害咱的啊！你们还了我别讲啦，迄城市买只吼，检查耳后，阮那边两个耳好好滴，伊根本是个买只害的啦！我跟你讲，只只迄只城市买只走去，咱规省来害啊啦！我拜托你大，放伊一条生，伊真正是叫买只害，开变成安尼啦！我今天来放伊走哦，以后伊改好运啦！对。阿爸，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了！外公，你来小心哦，别敢休息。来，先敢休息啦！来啊！都伫大家等你变李斌解决起的同时，满姐煞偷偷入民家厝的，引起了家调内底不安呢。今仔正话咧鸡家叫，阿三叫家调内底鸡家滚的声音吵个静静起来，专门出来看下个景景的。突然间，一个乌影煞出现伫伊面头前的，阿三叫是讲满姐要吃伊，惊者煞大声阿姨。不是超过要甲你食，啊平常时哦，我嘛无伫食醋的，啊都因为我减一些啊，所以爱啉你的血来补充体力啦。啊你我嘛会当继续补食，人会无用啊。外公，你两个过来，我叫老兵，赶紧飞。为着大家人的安全哦，你也是甲李斌搞出来啊。外公，你们两个你出来，赶紧拼。你把李斌搞出来！对，我是阿南妈，我不是你阿姨。杜天，阿爸，你别吵我，最后你赶快休息，别伤害到你。不，不要，李斌你是不够，不要的。不，不，不，我怎么会？我快了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快了，我吃，我是一挂鸡啊，我吃了了，我喊我来搞吃了嘞。阿三，你讲吃是惯了麻将？是啊，足恐怖的，我看有大个惨啊啦。你看，真正麻将出去啊！那内的眼睛，你并不是麻将。是啊，搁有一只麻将。敢讲伊两只是做伙？啊，无食到，你赶紧找看嘛。外公，以后任何代志不要是来找我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啦，你着行来找只麻将。阿三啊，带阮去找麻将。好啊好，行紧啊，来紧啊，来来。明，明，明。阿爸，那变成安尼啊？今日个变得怎样？你变完了就用洗清啊啦！李斌，行，歹势啦！进前哦，把你的手绑起来，嘴绑起来，啊，我惊你乌白走乌白化，安尼我就麻烦啦。无安尼啦，我把你手哦套开，安尼你就家己转去吼。你先坐。你看，手机要哪些啊？打开拍啊！老爷，洪老爷，拜托啦，拜托你请李斌出来救咱大家啦！你咱这个庄啊，就无害啦。我跟你讲，我李斌可能不过剩半条命啦。这阵才过世啊，小心你难保嘞！老爷，是嘞啦，啊，我知道你搁咧生气啦，啊，我拄仔吼，亲目睭看到真正满怀，所以我唔知影怎样讲吼，你变向我讲嘞，是啦，
王老爷，你唔通甲阮计较啦。大你也知影，咱今麦当救咱庄仔，嘛干那李斌。我希望讲会当甲伊见一下面咧，啊，当面甲伊赔一下实的。哦，希望伊大人大量卖甲阮见怪。哇，唔是条过讲要为难，而是讲要报娘出来冤啦。真是啊，李斌啊，鬼心我重伤啊。今麦吼，连门神都无法度都没哪法度啦。你看。你大家太过冲动了，你看阿达现在是要怎样啦？啊，我有办法。喂，啊，你有啥办法？我伫电线有听人讲过，只要伊当面伫厨房、小戏房、当火炉油、煮西，配合妈祖庙大路来香火浸泡，就会做成俩碗肉，安尼就会俩条碗正。你讲是真实的？当然是真实的，也不过。要两麻将无遐尼啊简单，若啊恁大家团结合作，上重要的是大家爱有必须的信念。信念啊，一挂鸡啊，我吃了了啦，啊，咱要搁放伊走，安尼敢对？万万想不好是了，麻将伊毋是食精神，伊是为着要生存才啉鸡血。伊安尼做，虽然有唔对所在，也毋过放下屠刀，胜做七级辅导。只要伊卖阁继续为非善走，但绝对命会赶尽杀绝。嗯，关啦，你安尼讲我同意啊。只要迄马家当改邪归正哦，我不爱甲伊计较。想要放伊走，安尼敢对？哎，若阁来咱庄仔撩乱呢？神恶都是伫一念之差，只要咱大家用善意来对待伊，我相信绝对会当感化伊。听阿公安尼讲完了，大家嘛感觉真有道理，所以阿三就带庄仔来所有重镇，分走几下路，一世界去找找材料。伊将荒郊野外、树下底所有蜘蛛网啊，拢收集起来，然后再个真细只啊，扎登个圣安宫妈祖庙前的，我庄仔来遐附近人开始来做网啊猎魔。看大家呢这样呢认真地做，王阿霞跟阿公两个人嘛感觉足安慰的。现在讲，只要村民大家当团结合作，一定有在条抓到麻将。三更认真，小心坏账。三更认真，小心坏账。严格三更一日过，有一挂叫麻将下的乌鸡村民，身体都开始产生变化。王阿霞看了嘛，唔知要如何是好。现现目睭前只村民愈来愈艰苦款，然后都水啊水拢变作魔啊。王阿霞看了嘛是心惊胆寒。面对这种垃圾相偷笑的情形，王阿霞到底是要如何解决呢？在阿哥指点之下，村民所做出来迄个网啊，敢真正有才调将魔者抓起来呢？村民大家拢真团结，想要将作怪这尾麻鱼仔抓起来。也唔过一日到三更尔，叫麻鱼吐个乌气，这村民竟然水啊水的拢变作麻了。看了目睭前这款恐怖情景，王阿霞真的是鬼人拢硬气啊，唔知要如何是好。一暝天光了后，变作满意的这村民又搁变回人形啊！但是拢完全唔知影怎发生什么代志。阎王阿霞看了这款的改变，嘛唔敢加讲啥话。李斌，你真醒啊！你敢知啊？你已经昏迷一天啊！陆庆，多谢你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可能已经变成一尾蛤蟆鱼啊！那是阿阿婆，我当然嘛应该救你啊！好啊，别讲遐多啊，给我先吃。下船名有聊到满意家吗？
你放心啦，阿哥有教村民安怎做网啊，等要念麻将，是讲唔知麻将走去倒位去啊。麻将已经现出原形啊，无可能会搁再留伫咱庄内。伊唯一通走的所在，就是迄条溪。迄条溪，那呢，那唔得无依法啊？不一定，咱会使想一个办法，把伊逼出来。咱有机会抓伊啊！听你安尼讲，你是不是有办法啦？也毋过，我需要你的斗三工。无问题。OK， 小弟我把麻将逼出来，咱就要行动了。你这个臭麻子，我鸡啊给我吃了了，你敢背来？我就要倒来，别安怎背？啥物事？你巴肚来？我破你巴肚来堵桥！哎，麦小东嘞，麦太医啦！阿哥，你要创啥？要救你！你要救我？我看你本事善良，所以才要救你。其实地图的麻将当作是来到庄下来，一定无歹意。伊是讲对人无了解，真侪代志拢颠倒头做。要死！我想要甲伊两个人斗相共，煞害伊分分去，真酸。为着要了解人生，这麻将特别庄下来四界行大。虽然讲有去创地一挂村民，但是将来都毋捌伤人过。当阵时，为了要替玉琴解围，才无小心叫李炳荣朱世璧将伊一对耳啊挂落来，还为着要将四个耳啊偷偷转来，所以才惹出遐济代志，让村民产生遐尼济惊吓。听人讲偷了鸡去树鸡花，那是为了要维持伊四个耳啊了后的原形，所以公务之中才安尼做，一切拢是不得已。我捡一鱼啊，所以爱用你的血来保障体力啦。安尼我嘛会当继续保持人的模样啊。所以讲，麻将伊本来就是真善良的，并无要害人的意思，为何都要赶我真杀专呢？阿哥，这只麻将要害人，想做你搁要救伊咧？恁大家想要掠的迄个时阵的模样，嘛是真像，该有啥物无同款呢？是。本身是善良的，阿姨，你不是叫马家抓去啊？其实哦，伊无伤害我啦，伊要放我回来的时阵，因同个误会讲伊要害我。是啦，我嘛回去过。我只是要搞我鱼啊，提倒回来，伊拢不爱护我，我唔才想办法。讲来讲去，拢是我唔好，是我无细腻，把你鱼啊挂掉。你莫怪李斌啦。你是要为了救我，才会伤害到你啊！就是啊，搁害我，要让人休息啊！好啊，你莫搁讲啊！恁大家听我讲，魔者本具神性，所以修行不易。因为伊甲我有缘，我想要亲身度化伊，甲伊放生。这是一百块，应该有够赔偿恁的损失。多谢你啊！多谢，多谢。我办唔到，我办唔到，请你帮我走啊！你唔免惊，无人会伤害你啊！恁大家拢要害我，只有你对我这么好，搁救我。唔通搁哭。
该去的所在，你若有任何不该的所在，你会当来庙找我。来用一杯羹哦，代表酒，来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平安无大事。来饮落去哈，饮落饮落，好好好。以后拢是一家伙啊，大家甘心啦。虽然在摩阿姨家哦，你用休息啦，但是哦，我烦恼哦，阮下唔知搁变摩阿姨咩呢？摩阿姨家已经修好啦，大家应该拢平安无大事啊。好，安平安乐啦，好好好。啊，每一个人拢有分啦。中毒的会用解毒，无中毒会用保平安。啊，查某人若啉了吼，会水当当，搁咸湿好湿哦。原来手机伊也讲唱麻鱼啊，就唱到这啊。刚刚恁某无想要水当当哦。阿姨，你讲。好啦好啦，恁两个查某免歹势啦。总共是阮俩生了哦，一个会叫阿爸，一个叫阿公，我相信你们足欢喜啊，对不对啊？给恁爸，给恁爸。讲笑归讲笑，咱即阵讲正经诶。摩尔基确实是解药，大家如果太小气，家己无完。大年时，村民听阿哥话，随啊随开始食摩尔基啊。阿公也蛮奇怪，叫摩尔正好过乌鸡人，即食完了，规身骨才开始变清爽啊。三更临江，小心怀旧。想袂到摩尔基食完了后，三更也经过啊。叫摩家通过乌旗的这村民，无个一个变作魔了，怎个来也会有较早的病情啊？恭喜大家哦，阮平安无代志。这哦，拢是阮阿哥阿宽的功劳啦。阿龙呢？阿杜家，阿哥呢？杜家阿哥搁伫个车的啊。三个。阿哥呢？这下。水干病患，公用职务做等于。保温密报随来到，室内净空化病毒。原来阿哥就是妈祖婆呢。阿弥呀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哎，你大哥，妈祖婆干嘛在耍去啊？真是的。哎，咱今仔日当看到妈祖娘娘是一个好吉兆。阿哥，咱准备天顶来办，和妈祖娘娘了解讲咱所许的愿。阿爸，那是啥啥吧？哦，我写跟你无同款，我写金玉富贵，子孙满堂。嘿，你变阿弟嘞？我写祝大家健康快乐啦！啊，这个，这个。妈祖娘娘，你敢会等我一个？你想要从啥？我想要放天灯。